我现在知道这台车怎么玩了。这台车一开始的时候，先去到处爬爬照。哎，还有很多人没有给我他的 IGN 呢。薛中凯、彭俊宏、天才、周彦亨、Black 都没有给我他的 IGN 哦。我刚刚已经变过好几次啦，我已经变过好几次了。我觉得这台车不太会翻呢、欸、，WG 有设计过这台车不太会翻车，我觉得。你现在会看到这个符号对不对？这个加速符号，它如果没有变成亮的，就代表你是一般模式，就是比较好转弯的，有没有？现在没有亮，然后你按一下 X， 它就会变成亮的，亮的就代表它是加速模式，时速可以开到80。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这样就是不是，这样就是，有没有？但是会慢一下下就是。看不到桥哎、欸，你看，我的四驱是看不到桥开过去的东西。这 T30是傻逼吗？在干嘛、啊？我觉得这场我们输的几率很高啊！哦，359这种伤害。
天哪！七分之一没有出现过，猎虎没有出现过。没有人。Really？他们猎虎站在上面。好难打哦。我不懂为什么，我不懂为什么这一台130 P 也要推线。这真的有够怪的，我们的人比对方少，然后血比对方少，结果是我们的人在推线。
What？ 他竟然在 ！Oh my god！ 他竟然在我后面！哦、oh, ，so close！ What the fuck？ 我在那个什么桥上面的时候，我应该要瞄准把他打死。我应该。Come on！ 哎、欸，他好快哦、喔！他竟然跟上来了、欸。Come on！ 我被一个打800伤的打输。What the hell？ 他只打了800伤，我打了3500，结果是我们输了。这十点打 B 打350，这十点打 B 打350 ，What the heck？ 一个350，一个810，自走炮830。欧豪林章 ，Oh my God， what the hell？ 我不晓得该说什么。你们觉得这场精不精彩？真的差一点点而已。
真的是只差一点点。我那个时候应该要停下来射那台，可是如果假设我停下来射那一台 LT432，我可能逃不走。因为我第一发打他没有穿呢，我第二发打他也打不死他，但是他四秒钟可以打死我。Come on， 我上个厕所，等等回来，我们休息一个3分钟好吗？太紧张了，让我休息一下。